Hello， 我是江江，《复仇者联盟：无限之战》终于上映了，各位，我们看一下他有什么角色啊？这个格鲁特啊，对，可以看到他全身长满了这个，那是树根还是什么的？反正他就是一个树人嘛，对不对？还有这只火箭浣熊啊，他是一个武器专家哎，好小子啊！另外这个呢是猎鹰啊，前美军退役伞兵啊，美国队长的忠实盟友。再来是我们的浩克，最经典的浩克终于回来啦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谁呢？他没有像之前一样亮亮的嘞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钢铁人 ，Mark 42啊。再来就是我们这一次会出现的蜘蛛人，金色的那个线条，后面也是啊。然后这是原始的版本的蜘蛛人啊，这是绯红女巫。哦，你看他裙子跟裤子粘在一起了，这只设计也不是很好。再来是黑豹，我这只黑豹是他那个直子的模组啊，他不是原本的黑豹。然后这个是寒酷战士，现在是叫做白狼啊。啊，当然美国队长对不对？帅气的美国队长。啊，这位是蚁人，他可以变得很小，然后速度极快。啊，这位是星爵，他的帽子可以脱下来。啊，再来是我们的这个奇异博士啊，他可以使用他的超能力魔法来对付敌人。好，再来我们先试一下这个钢铁人，这个比较接近我们这次电影版会出现的钢铁人啊。他后面是有这个翅膀的，然后他实际上飞起来的时候，那边还是会有火花喷出来，然后这是他正面啊。脚那边好像是有两片会喷火是吗？其实我不太确定它到底会怎么样。坏人可以穿越用力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是可以把人家抓起来，一丢比较远就对了。啊 ，OK， 哇哦，哇，还可以瞬移耶，瞬移去把人家抓起来。哦，他一样有最基本的机炮、机关枪。哦，还有什么？哦，飞弹。还有什么？哦，这个雷射炮。哦，看看正面，看正面。位置其实对的还蛮准的，你看，左手、右手、中间、哦，还有这样子的，两只手一起的。哦，中间好帅啊！重点是按机器的声音。咦？哟，哦。像扫射一样，这样。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哦，飞弹不能用正面，会打到自己。好多颗啊，无限使用就对了。好，再我们看一下这个金刚版的浩克模组。哇，好怀念啊！那个超大只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没有了，后面它只有它只有鞋子下面会喷火，旁边不会喷火。但是我们刚才那个版本是有的，它的火箭几乎是连发的，集气发射，这个位置就没有对得很好。哦哦，感觉在手肘附近，中间倒是有了。两只手，我觉得它这个比较适合那种小型的机器人来做，然后它位置没有对准，看一下中间的，对啊，这个自由比较好一点，好像比较偏下面一点点哦。哇，还给它起来丢哎，哇，那个人好可怜啊，哇，干什么干什么，抓起来。丢啊！哇，一直被打、啊，谁在那边偷射我啊？就是你，有看到你了。哇、啊，哎呦，飞弹从面前飞过去哎、欸！哇、哦，到底是谁？我在哪里？又来一个人，好来啊！
哇！武器，嗯，哇，烧一下就爆了！啊，你给我过来，你又打了，哇，这姿势好啊！从下往上看就感觉很大只的，然后再让我们试试看这个浩克啊，好久没玩这个浩克，一样可以跳很高哦，把人家震飞了，有没有？这姿势好丑，你把人家抓起来吧。哎呦，有没有踹人家屁屁？哦，跳啊，青蛙跳，来，前面的不要跑。哎，我怎么震到这只小鸟在？小鸟吗？是海鸥啊！等一下，它手变形了，快快！哦呦，凶啊！掉啊！砰！哎，差点摔倒！哎，你等等我啊！等等我！过来，过来，不要走！过来！哦吼！翻跟斗了，哎、欸，人都倒了。过来，警察车居然飞起来，还没有翻啊！再试一下。哇、哦，两哦，变形了。哇！哦，那个人好可怜。哎呦，哇！力道好强哦，没有啊，车子烂掉，我以为，车子掉进去了，泡水车了啦，他跑好慢，等等，抓起来，来丢水里面去，丢啊，硬要叫一声就对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浣熊，火箭浣熊，他拿着把枪。镭射炮，哎，没中，哎，我们打车子好吧，打车子。你看他翻滚一下，车子啊，哦，车子爆了，没有？标准，哎，贯穿居然没有爆，怎么会这样？太扯了，翻滚啊，警察来了，引擎盖从面前飞过，再来是我们的反派啊！这位反派呢，比较小只啊。我其实还有更大只的，可是我觉得小只就可以了。再来是我们的这个战舰啊，对，战舰它其实这次会出现的，好像是这次好像会出现的是黑色的，跟这台不太一样。不过这之前电影版出来的战舰，它后面可以载的。然后战舰可以从那个飞机可以从上面的跑道起飞了。再来是看一下它在飞行中的第一人称长这样子哦，它一样有炮台可以用，就是双载的。哦，它可以发射火箭，还有这个是哎是什么坦克？哦，它是用坦克的，它应该是把角色隐藏起来。发射大炮，哦，火箭。这个战舰超大台的，没有？我们现在从下面飞下去啊，比较飞行的，应该算是吃鸡的概念。要飞啊！哇，你们在空中翱翔的感觉，还有一双翅膀。哟，跟着迎风了，咦、尴尬啦，尴尬！哎、欸，我居然来不及开我的降落伞。OK， 我们现在的角色是星爵啊，他用这个镭射枪，没有？镭射枪，咻咻咻，能发出绿色光芒，射到了马上就倒了。哎、欸，一发不行，哦，两发就爆了啦，哦，水哦，再试试看，哦。它子弹好像有慢动作特效哎，看看 ，pew pe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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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w， 攻击力还蛮强的，说真的。
溜溜溜！哦，哇哈，太扯了吧！一枪就爆了。但是这位寒冬战士，这个美国队长的战友，然后他现在在试一下他的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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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怪气啊！我兵那个是算是钢手，他可以这样。现在是第一人称，我看到是这样，因为他有面具把他遮住了，但是吧，还是眼罩什么啊，挡住视角了。他现在叫做白狼啊。电影中的出现了，看见了？哎哎，这是我啊，是我啊！哎哎，试一下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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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翻滚中，翻滚中，哎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哦，哒哒哒哒哒哒。人机来了。砰！哦，好疗愈啊！啊 ，YouTube 当久了会有点乏力的感觉，就是要打中厮杀的感觉才有疗愈啊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警察翻过去，哦，哎，没打到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看下一个角色，再来是雷神说，对，雷神说，他这次的角色是上一次的那个对战的那个角色。那雷神之锤，我、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模组 bug， 飞不出去啊！他只能用拳头打就对了。喂、欸，我的锤子哎、欸，我锤子不见了，锤子啊，等我锤子，为什么停在这边啊？这次好像不能丢，为什么？看，丢不出去，它卡在空中。哎、欸，丢走，啊，机器啊，发射啊！哎、欸，打 ，Full Power， 砰！哇，石头烂掉了，石头裂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机器，43%了，机器啊！来来来来，我要在人多的地方发射，干嘛干嘛？走开呀、啊，走开，走开，干嘛躲啊？机器，哦，哇塞，人呢？喂，我打一下机器，仪器呀、啊，超疗愈的啊！人，哟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坏掉了，尴尬，尴尬了，不相信，不相信丢不出去，不相信啊，可恶啊！啊，再来是我们蜘蛛人啊，哎呦！随便跳，随便飞啊，对不对？哎呦呦呦，哎呦，那玻璃破了！哎呦，这什么？它是可以拉，哎，等一下 ，OK， 它是可以拉这个绳子，然后跳到车上。哎，翻过去了，飞哦，飞哦，飞哦，翻滚！哎，哎呦，勾到东西，我们看哦，直接跳上去了，来，再来换下一台车。这么远可以跳？哎、欸，我穿过去了、啊，怎么这样、啊？跳！哎呀，我怎么一直失误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先把车子勾在上面，勾住啊，勾住！好像拖住它、哦，没有看到？跟另外一台车绑起来、啊，去勾那个看板去吧！哇塞，这是怎么弄的？卡住了！哇，好好玩哦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勾上去，勾上去，好，勾一下人，哎，让座一下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车子甩一下，看怎么看啊？过来啊！那近战是这样。把过来打打打！我饿他，饿他，饿他！哦吼，车子烂了，车子哦碎。我们跳高一点。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看板？这看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这不是假面骑士的内裤吗？怎么这样？这个太
有点怪怪的，先下去啊。啊，再来是我们的美国队长，这次有装备了这个盾牌，他一样可以丢他的盾牌，不过我们这次应该不会丢啊。哎、欸，哎呦，跳起来当靶子。亮，哎呦，快，哎呦，阿达，不死之身啊！据说这次电影会死一个主要角色，不知道是谁。要告诉我是格鲁特啊！哎，那这位是幻视，他以前是反派啊，后来变成那个他的正义骑士了。我们现在装的是这个超人模组。人家是完全不手软的，过去敲他了有没有？哇、哦，好远！哦喂，还一样有这个夜视镜是吧？这算是就是他眼睛会发那个光的，然后这个透视的效果。黑拳，好了，模组就要到这边了。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帮我按个赞好不好？下次再见吧。